画面上看见路口绿灯要起步，左边这台机车上虽有门的粉衣手好小一只，居然是女童在骑车。夸张行径让目击民众超傻眼，拍下影片分享。仔细一看，妈妈右手抱着女童，要防止她掉下去。女童甚至不是站着，要脚踩内箱才能坐好，看起来小小一只，明显就是未成年。当然是不会啊，太危险了。通常我们会把小孩子绑在后面比较多。妈妈。也没有全部放手，他左手卡在龙头辅助小女童骑车。动员环时还打错方向灯，幸好及时修正。拍下影片的民众一路跟着这队母女，发现妹妹在台南市区狂骑超过1.5公里，而且连圆环也没有难倒她。路上油门收放自如，看起来超熟练，不像第一次。画面曝光，网友直接洗版超派三宝实习生，甚至有人歪楼有打方向灯比一堆三宝好多了，太夸张了吧？未成年骑车，因为影片中的妈妈允许未领有驾照之人。 驾驶机车也依道交条例，扣吊扣驾照3个月。小朋友骑车危险上路要重罚，女童无照驾驶，妈妈允许无照驾车，没有让小孩坐后座，甚至连车主也要罚，最高罚46,600元，现在也要付出惨痛代价。记者赖冠璋、叶仲云、郭怡珍，台南报道。